哎、欸，人不在家，你敢开除司机吗？不敢啊，这么危险。我跟你说，我敢啊，因为我这台486独家 LG 第五代除湿机，它真的超级安全。为什么我会说这台除湿机非常的安全？因为它是486独家的最新机种，优化了30项的安全设计，所以就算我人不在家，我也不会有安全上的疑虑。那如果你真的害怕也没有关系，你可以透过手机 APP 远端遥控除湿机，你看，这样就关起来啦。在台湾哪个家庭不需要除湿机？所以你的除湿机一定要够给力啊！这台486独家第五代除湿机，日除湿量高达19公升，跟外头的旧款就差了2-3公升左右。你说一天差2-3公升有没有差？有，没错。所以你要买，当然要买日除湿量最强最好的啊！还有紫外线消毒灯，除湿的同时还能顺便消毒，所以买了只需要单手就能提起水箱，不用担心水洒的到处都是。来，今天大放送，让你来参观我的闺房 ，Go！哇，太乱了吧！没有，这是乱中有序。但你不觉得没有什么奇怪的味道吗？欸，是真的，没什么臭扑鼻耶。那我跟你讲，就是因为我会开除湿机，然后打开这个纳米离子，它会抑制空气中的细菌，它就会释放出一些清新的味道。我回来这个房间，我就出不去了。装上这个 HEPA 滤网，除湿机就变身成一台空清机，而且它可是专为第五代除湿机所设计的专用滤网。在关机的状态下，按下纳米离子键，它就变身成一台空气清净机，可以有效过滤 PM2.5。其他通入旧款的除湿机可是不能装的哦。486独家最新第五代除湿机，全新优化30项安全机制，独家19公升日除湿量，还有一级节能标章，除湿的同时还能帮你省电。马达还保固10年，还可以申请1200元的节能补助。对了，顺便推荐你这台486独家 LG 尊爵黑干衣机，免签管线可以安装在室内，只要一个三插头就可以使用。想了解更多详情，就搜寻486干衣机，享受最优质的售后服务，就在486团购。